金门航空站30周年站庆联谊活动一号在金湖饭店举办，在迎宾音乐揭开序幕之后，副舰长还有航站主任洪念慈跟贵宾共同切站庆蛋糕，分享航站30岁生日的喜气。飞耀30，很高兴能和各位贵宾一起度过航站30周年的里程碑，更感谢各单位。洪念慈表示，金门航空站发展周程跟成果，未来将在既有的基础上，秉持继往开来精神，再创金门航站另外一个30年的愿景。所有的这个包含主任还有所有同仁的这个努力，当然呢，这一个要维持一个好的服务品质的话，除了航空站的话，还有各个部门哈，还有各个单位跟大家的通力合作那包含了中央包含民航局包含中央的各部会，然后包含地方政府的各单位，我想呢，大家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提供安全，然后呢，舒适的一条这一个通道这一条途径，让我们的民众呢可以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金门站的主任真的是很辛苦嘛，因为他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所以他每年都要面对紧急应变在这边恭贺我们金门航空站30周年我记得我是担任局长的时候升格为这个移转航空站恭贺我们金门航空站。金门航空站庆祝30周年站庆活动中，航站的猛男消防员出场，受到现场民众的尖叫声，还有邀请享誉国内外大提琴家张振杰现场演奏，也受到很多民众的欢迎。